大家好，今日由宏俊同你讲讲天气。今日望出嘅天，见到天上面咧，主要都系多云为主。不过有啲时间云层比较薄，日间都系见翻啲阳光。卫星云图可以见到一道广阔云带咧，今日覆盖住华南沿岸地区噶。望远少少可以见到一个螺旋云带，而家系覆盖住菲律宾。咁呢个螺旋云带咧，其实就系热带风暴杰虎啦。预计嚟紧几日，杰虎咧就会进入南海中部，不过同我哋咧都有啲距离，而我哋主要都系受到东北季候风影响噶。翻返嚟本地天气，今朝早录到最低气温就系17度，比琴日稍微高咗2度。日间嘅最高气温更加上翻去22度。雷达所上面可以见到，晏昼嘅时间北面咧都有啲雨区噶。咁呢个雨区咧同我东北季候风嘅补充有关。如果呢个补充喺听日就会到达华南沿岸地区噶啦，到时我哋会有雨转北风，而且气温咧就会显著下降。因此预计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会系多云，听日间中会有雨，天气显著转凉。市区气温会由今晚的20度跌到落听晚得翻14度，而新界咧再会低一两度。风方面就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，听日北风会增强，离岸间中就会吹到强风噶。至于跟住几日天气点样，睇睇预报图啊。预计跟住几日，我哋都会继续受到东北季候风影响噶啦，所以即系朝头早嘅天气咧都会比较凉一啲。展望星期日嘅天气，朝头早咧会相当清凉，不过日间咧天色会好转。而星期一我哋部分时间会有阳光。呢节天气讲到呢度，多谢各位收睇，拜拜。